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茶花师 Kio。 前两天去花市呢，买了桃花还有玉兰的栀子，那回来第二天就全都开爆了。这两天呢，正好看到一个综艺，看了几眼，是赖声川导演和黄磊老师的一个关于戏剧话剧的一个综艺。那突然想到早年间呢，有看过一部话剧是《暗恋桃花源》，那今天就用这些桃花枝和玉兰花来做一个小作品，致敬一下这部话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转发，对我真的很重要。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？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祝大家平安顺遂，拜拜。